哇，现在雷达显示也太可爱了吧！哎，还有上限是几啊？我又忘记了，是500吗？哎，我们今天好啦有啦吼，因为大家比较好啦有，居然比露娜雅拉的那个特效型还红哎。我们现在好啦有好了，那讲之前啊，我先讲好了。来快讯这边呢，有一个这个，我讲在限定调查中欢庆回转的宝可梦好了的到来哈。那么现在你就是说我们好要来啊，坚决就好。对，昨天的这个时间，而且呢，手是有这个异色的好啦哟。我们今天中午就跟你们讲一下好啦哟，帮我把它拉下来。哎，能拉不下来哎。好啦，但可惜的是我目前好友没有人有好啦哟哎。对啊。然后露娜雅拉的进化型已经出来了。等一下，这么等级？哎，我的火爆鼠好像还没有那个耶。我的三星的火球鼠，好像还没找到。我觉得它可以直接玩起来啊，因为最近其实就是新增的好拉油。然后我下一集再跟你们讲那个露娜雅拉那一只好了。我好拉油我连抓都没有抓过啊，代表它真的是非常的稀有。好，我们就再对战一场。这一集资讯的介绍啊，资讯的介绍。啊，我们就再打一下啊，因为全新的赛季又刷新了。然后我想一想哦，就先这样吧。嗯，还是我们等下看一下好友没有好啦友，又看不到了咩？最近大家非常的热门讨论这个好啦友，哎，吉拉奇是不是要出来了呢？蛮令人家好奇的。好容易遇到炎帝啊！哇，他真的很想赢呢。我想用神兽，神兽 CP 大概卡在1000多啊，真帅！因为其实这阶段就是他有限 CP 嘛，他的神兽刚好有1400啊。啊，可是我要怎么？我刚才其实收礼物没有看到好啦有啦，所以我想我这集就先到这里哈。啊，这部影片就是资讯的介绍哈，资讯的介绍。跟你们讲一下好了要的事情，然后下期我要跟你们讲那个，对啊，哎，那是传说宝可梦的退化型的，消失的。哎，为什么我们刚才被打的时候那个眼睛有点，是不是有一些 bug 啊？